雄联盟。你们将大显身手，正在报告。机器人大有个屁用！寡妇大可以啊，别人切我直接走，好吗？插个眼。寡妇大可以的呀，你们不会觉得寡妇的大不行吧？偷袭一下，隐身。嗯嗯嗯。哎，他怎么有大虫子大啊？哎，我们家也有一个。瑞芬也有虫子的大，可以。双虫之战。有点东西。有眼吗？这边感觉这里有眼。操，蓝不要，不浪费蓝了。我去前面看看路。好，感觉他妈换血，我感觉亏了。嗯，我怎么感觉这么亏呢？感觉胯下这边。嗯，A 交闪不杀，江湖规矩。整装待发。我操！闪现大直接带走，漂亮。还不回家呢？不回家，老衲送你回家。嗯，披帽暗影伤。嗯，斜来一个，脚底抹油。嗯 ，DF 二连可以，这把我提莫贼稳住。嗯，我操，他这大虫大很赖皮啊，有一说一。这个寡妇的大应该是带斩杀的吧？应该。嗯。为什么我的毒性射击变紫了？我去前面看看路。你看我这个毒性射击可以自己主动放的，啥意思啊？是长官。这个钱提供的有点少。他这个烟雾弹太可恶了。正在爆发。他太猥琐了。我去抓人了，我提莫抓人了，应该也可以。有大就直接吃啊，你这也太细了。来呀，人马！我操 ，DF 二连，贴脸杀我哈！贴脸杀，先买个纳什之牙吧。不看地图啊，天大爷！有迅疾。我感觉这把我不太好输出，这把正儿八经的，这把我非常难输出。男枪也五级，推了、嗯，他应该回家了，推了。看他妈吃个塔皮，他应该是毁了。整装待发。推，瞎子这把发育很好啊、嗯。
马上六级。他这个烟雾弹有点克我。致盲。哎，失误了，操，很烦，居然没给他杀了。我去前面看看路，感觉瞎子应该来了，飞了。70秒大，瑞文来了，勾引，把他往那边逼，脚底抹油。我操，这个瞎子有点意思，瞎子有点意思。这瑞文也太下饭了，这瑞文啊，给大虫子给你玩的浪费了。蓝马配合皇子的大，可以。厄加特，可以。还有什么有趣的大？盖伦带隐身吗？隐身流盖伦。要迅捷。我那时出了，现在已经可以称之为已经无敌一般了。他盾弓都做了，我靠，怪不得跟我刚呢。隐身一下，算了，隐身不了。瞎子不来吗？瞎子。瞎子不来，我好，我溜了。我这没血了呀，往上靠一点，感觉盲僧应该来了。盲僧在线，走吧走吧，太肉了，这把他这个有点变态了感觉。我去前面看看路，塔筑城即将脱落。An enemy has been slain。刷不留了。整装待发。哦，有个叉就是代表可以斩杀了，是吧？交给我。这个交给我 ，DF 二连必死。他人呢？不是他，他人去哪了？哎，他人呢？哎，这个流浪去哪了呀？我靠！中塔不要了，中塔守不住了。守一下，守一下，人马去守。哎，瞎子来了。交给你了。漂亮，这一波反盾到位。二走了，我操，二还能二走？流浪没闪了，流浪带的啥？凛冬之灵。正在报告。这一波反盾非常到位啊！
不然的话咱家这个盖伦就死了。回回回整装待发，感觉可以偷袭一下。咱们继续杀这个盖伦吧，啊，继续杀这流浪吧。有情况。盖伦就不杀了。踩到了吧？踩到，哎呦，这是什么？我操！我都 A 半天了，简单里，都不死啊，这都不死，真的 A 半天了。嗯。没大，寡妇的大差个几秒，现在才好。当敌人的生命值减少到30%以后，就会有565点输出，血量越低伤害越高呗，大概是这个意思呗。这男枪有点无脑，讲道理。他这个不会出装备啊，如果是我的话，我第二件就出一个饮血剑了。可以，查到了，但是我不能上，我上不了。上不了呀兄弟。这两个难兄难弟，一个0-4，一个1-5。男枪等一会儿无敌了，那咋办呢？那我也没有办法了。是长官。他他妈丢球没办法，一直在丢，谁顶得住啊？我没有续航，我得来点续航才行。正在报告。得毙了，必须得毙，不毙很危险。大面具，大面具做了，后面我们来一个，后面咱们来个帽子啊，帽子。他们这都没踩到，可以，男枪要踩，错错错，有情况，错，我操，人有点多，我是你哥。第三件的话，我得买一个第三件，法穿来一个吧，鬼术来一个，这个回复能力有点强，对面全都是回复，
我这边连中了两个蘑菇，这个的话只能睁眼可以查，这里没有草，他们一般不会查，不会插睁眼的，所以说这两个蘑菇他们是必中的，可以这么理解。看好了，这种菇是必中的。推。这都不拆，口子放一个。漂亮，这里再放一个，他们把大龙偷了，怪不得他会过来，他们在勾引，勾引咱们。是长官，我们上当了。上当了呀，兄弟。漂亮！整装待发。脚底抹油，不能上去了吗？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唰，漂亮，来个鬼畜，鬼畜不着急啊，下一件来一个大帽子吧，帽子来一个，帽子来。弹射起步，查到了，他们查到我的菇了，查到我的小蘑菇。明后天加班啊，兄弟们，明后天，明后天，今天晚上不加。1234，推塔，推塔。我去前面探探路。我去前面探探路，来，再中一个。他身上有厄加特的，我可以干他呀。我操！好烦。好烦好啊，打完这把就知道了吗？马上吃饭，马上吃饭。对面好像踩到我的菇了，好像老妈喊我吃饭了，兄弟们，打完这把要吃饭去了，中饭还没吃，三点多。来个买个海克斯表。有情况，踩到了，踩到了，有盾，脚底抹油，他想跑，不存在，我来送你回家。脚底抹油 ，A 死你！漂亮，想跑不存在啊，还剩两个，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是完全可以秒人的。什么意思呀，兄弟？
漂亮，推塔激活，龟速 QA， 人家说光速 QA， 他的龟速 QA， 一波一波一波。连环照飘了溜了再来个大猫大棒子拿个红来个大帽子好溜现在学聪明了带扫描了现在学聪明了放针眼了可以很聪明学会举一反三弹弹乐弹弹乐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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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什么毫无保留给爷死给爷死给爷死错了呀兄弟我操你个 DJ 我靠帅好一波了挥派气功可以下了下了大家最后打一波八八八吧我们明日再见明日拜拜拜拜拜拜明日再见明日再见哎，怎么还没结束呀？就差一滴血了，还不结束啊？是长官。感觉这把我的输出不低啊！我看他们偷偷的隐身过去，然后把他家给他偷了，偷袭一下，偷袭。偷塔看过提莫偷塔没有我操我这么厉害这都没偷掉我靠差一下差一下唐老那个盖伦开你看你了挂那个有隐身的嗯有眼的呀兄弟我靠跟个猪一样的这个什么推塔推塔偷偷偷偷偷偷你们能不能偷塔兄弟就一下了就一下去偷呀不是对呀打架赢干啥打架能赢不没事我继续偷啊哎呀我靠这个他这个人他其实可以偷的他不去偷我家人马其实也可以偷来你下我上咱俩互偷脚底抹油不给我投整装待发戏耍人马、你在挡住我了人马挡住了没有哎呀
你挡得住我，你挡不住人马，你挡得住人马，你挡不住我呀，兄弟。有点难搞，伤害打了45000，可以。下了下了下了，下播了，兄弟们，拜拜，明天见，拜拜拜拜，拜拜。